企鹅 ，Hello 九蛋 ，Hello 新一 ，Hello Sparky， 晚上好呀，晚上好，嘿嘿，姑奶奶，今天可能不能看太晚，好哟好哟，没关系的 ，Hello 母狮子，谢谢你的樱花。Hello, RC. Hello. 谢谢 Sparky 分享我的直播间。出国可能要开车，考手牌驾照。哦，好酷哦！那我以后出国需要那个司机就找你，好吧？Hello， 我的老师考试100分。安安 ，baby， 副总统 ，come here。Hello， 又飞男，谢谢九蛋的新之冠，谢谢企鹅的皇家守卫。你们今天做什么了呢？刚洗好澡，哎呦，香喷喷呢 ，BB 刚洗好澡哟 ，Hello，Hello 笑贤 ，Hello， 哎哦。不知道哦，有人开播了，所以是吗？对，好像是提醒之类的东西。I don't know 啊。今天在家储备体力，好的。手牌很难吗？手牌是像那个吗？公车那样子的吗？嗯，是吗？啊，嗯。谢谢孝贤的真情告白。哎，你在干嘛？张咪咪，咪咪 ，Hello， 你睡着了吗 ？Hello， 哈哈哈哈哈 ，Hello Jeffrey， 呜，吓死人了。好了，下去，再见。海里的鱼，晚上好哟。咪咪快睡着了。对啊，他每天都想睡觉。要播什么好呢？嗯，不知道，是还好。左脚要踩离合器，离合器，好深奥哦。我也想要考驾照。嗯嗯 ，Hello Blue， 晚安呀 ，Blue。等我一下，三岁就可以，对，我好像还要有一点久，不知道，如果是8岁的话，考自牌，娃娃国的车应该不用考驾照，对，嗯，要吧，我在讲什么？手牌用不太到哦，真的吗？那为什么是考手牌？手牌又比较简单，或者是什么？噔噔噔！太大声了。草莓酱晚上好哟，帅源晚安安。Hello 欣婷，手牌难，真的所以手牌比较难。要开卡车去考手牌，原来如此。卡车应该，拿来载什么好呢？手牌考到自牌的吗？哦，真的哦。
能行，这牌什么牌？哦，好酷哦，超爱手牌，哎，想去考驾照，开车，然后把我的车弄成小猪，好奇怪，在路上看到一台小猪，你们看，我今天经过一个夹娃娃机，然后啊，看到这个，我就说我要我要我要，我妈就帮我夹到了，咳咳。林娃哈德斯，晚上好哟，手牌开了才不会想睡觉，要一直排档次。手牌难不难？只知道喜欢你，好害羞哦。赛车也是手牌的哦，真的，妈妈好厉害。那个这个啊，它就在那个洞口而已，然后可是就我们夹到之后。后面就有一个人一直在笑，一直在笑。我们想说，哈，你这他在笑什么的？然后结果他就说，那是其实那是他们刚刚一直很想要夹的。然后结果他们夹了很多次都没有夹到，然后所以就去玩别的台，别的机台。然后结果我们夹了一次就夹到了，他们就一直笑一直笑，因为他们已经放弃那个机台了。但是我们也不知道他原本他们在夹那个，刚好那个夹子就这样甩一甩，它就掉下来，开心，小猪哦，可爱吧？猪猪我的，只踩油门会撞在人行，什么啦？Hello，博翰，谢谢怕爆520的枫叶。可爱小猪，可爱小猪，我们是祖母祖母。谢谢 Spotty 的樱花，AKB48SH 首张实体，真的吗？我好像有看过哪一张呢？幸运饼干的那一张吗？好像是。我好晚安。你们今天做什么了呢？我今天早上去练舞，然后我们还拉筋，就是那个怎么说，有要劈腿的啦什么的那种，然后每个人的表情都是这样的那种，辛苦嘞，不会不会的。其实我觉得练舞还蛮好玩的，我很想要我们就是像那个那种什么，像创造101样子的，就是大家一起住在宿舍，然后每天就是那个舞蹈教室啊，就是那个无时无刻都可以见练，所以我跟林姐啊，我们都很想要就是练到半夜，就很好玩呐、啊。雨林劈的吗？不是那个劈腿哦，我劈了，里面最轻松的应该是，左边比较轻松的是思雅，然后我是右边比较轻松，很有的时候有点痛，太久没有拉筋就会痛。谢谢雨林这可爱的皇家守卫，Hello 米酒，谢谢你分享我的直播哦。就像大家庭，对对对对对，大家一起就住在，哦，这是什么？谢谢雨林这可爱的选秀会免费选票。啊，告白熊，Hello，我也喜欢你哦。小心不要被抓到！哦、不是，Hello，赖清德，Hello，啊啊妞，Hello，小兰晚安，刚刚已经被抓完了，知道雨林会拼一字吗？
对，但是我直接这样子开的比较 P 不下去，可是这样子开的可以，你懂吗？谢谢米酒的阳光。谢谢雨林中可爱的新示范，示范一下，现在吗？不懂你的名字，要懂啊，示范吗？可是这里有点小哎，之后应该有机会可以示范给你们看，前后比较，对对对对，米酒棒棒的。就是这样子的可以，可是这样子的不太行。嗯，也懂吗？哦，我的手也可以劈腿，这很厉害吗？这样子，这很厉害吗？哦，还是星巴克，可被你发现了，嘿嘿，劈下去了，可是为什么底下会岔开？手指最厉害，这样算很软吗？特异功能人士哪是啊？还好吧，这个我记得阿奇好像也会，你们可以叫他表演给你们看。Sparky， 你打了什么？三个字都被划掉。前后劈跟左右劈，对，就是这样子，聪明。Hello， 章鱼哥哥。陪我走了那个，他其实就是走一小段就可以到达他的目的地，但是他走了蛮长一段的，陪我开心，谢谢林一哦，谢谢雨林这可爱的花花，什么？刚刚神推和先推在同一台牌。先推又是在哪一本？谢谢小蓝的花花。下周直播只开礼拜三，其实这是有原因的，就是我原本可以排的时间，然后就是好像可能会有要就是上课啊或是什么，所以我变成只排了一天，结果好像我没有排的那天，我也不知道到底要多少。Hello， 犬犬。现在有谁在开呀、啊？明天要上学了。下周只有一次见到雨林的机会，我看看可不可以，有没有，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可以加。哦，我的陪他跟七七在开播耶。下周雨林严重不测，明天要下雪。上学啦，啊，上学，我刚刚讲下学呢，不是吧？有时间在家不要太累，好哟 ，OK 的，我好想再去找蜜露苦糖玩，我爱上蜜露苦糖。No.
下周只能看回放了。真的吗？礼拜三。这是什么歌？嗯哼。谢谢小兰的 Love You， 多休息也不错啊。这样你们才会更期待下一次看到我，对不对？是吗？Hello Pen，Hello 小薇 ，Hello 玉豪，两点正常，对，没错，很酷的时间吧？那个时间最忙时刻是差不多刚吃完饭，然后午休结束这样的那种，这么说也对，是。他们比较辛苦，你们要每天都要到处去看直播，对不对？超辛苦的。我说我今天要画画，对不对？要画那个，哎，等一下，这可还没有。那我们先画粉红姐姐好。对，粉红姐姐。谢谢笑璇的新居冠，新的家族，我有把你们同整在一起，可是我还没有画好。装死躲厕所看主播，石头家族没有啦，这次有比较好，应该吧？我还没有画好，不想给你们看。同整，对，我把你们集合起来了。这里都是我的娃娃兵。你是鸭子，我觉得我可能会把特别的放在一起，特别的就像就是什么小树啊、米酒啊，然后企鹅，就是那种长得比较可爱的，我会尽量让你们都有颜色 ，OK。特殊种类，对，你的大头贴吗？啊，等一下我点错了，哇！啊，不错不错，我喜欢，我喜欢，可爱吧？特殊种，谢谢企鹅的新之冠，才不是。还不是嘞，我画的那么可爱，是。Hello Ben， 谢谢赖清德的 kiss 啾啾。谢谢亲爱的 love you， 还是喜欢。可爱，他会不羁不羁哟、哦，哎，可爱吧？哦，谢谢孝贤送的大声说爱你 ，I love you。嗨，你喜欢这个吗？哈，Bibi对我的小猪很有兴趣，怎么办？不急不急，来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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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哎呦，嗨哟，猪猪，对，猪猪 ，baby 晚安，小熊我也爱你哟 ，baby 可能会喜欢，我也。你看他的表情 ，Oh my god， 一点就是想吃。
副总统好，对，副总统那个整形失败，所以又变回来了。吃猪肉，很好吃，喜欢吃松板，哎，那个煎，然后对，松板肉，你们会这样吃吗？我们家都会把松板肉就煎一煎，然后那个加撒一点点盐，一点点吧，然后加酱油膏，哦，超好吃的，可以给我一盘那个肉，然后加上一盘菜，然后加上一碗饭，哦，超好吃，超级好吃，海盐，对对对对。我问你们哦，你们最喜欢吃什么鱼啊？我发现我最喜欢吃的是什么？鲑鱼跟什么？红烧鱼？这是无锅鱼还是什么？对，无锅鱼。可是听说无锅鱼是吃什么垃圾的？大便。章鱼。绝对不是我。说后悔不对。他要整形回来了。哎，你看镜头好不好？看镜头 ，Hello， 看镜头啦，那么可爱，呀，好可爱哟、哦！我要抱着土兔鱼，没刺的就好，对，没刺。丝木鱼吗？章鱼鳞，不好吧？不知道我好不好吃。没关系，我看得懂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整形失败的赵咪咪，不是啊，有他鼻子整得很挺，小心哦。好 ，Hello， 高桥晨，章鱼吗？你们都喜欢吃章鱼吗？很多人喜欢吃章鱼，怎么办？真心失败，非常美。晚上好哟。什么？为什么你又打了什么十八禁？为什么那两个字会被买掉？你打了什么呢？因为没吃。为什么乌龟那个上次我们上什么课啊，然后老师我们就说到那个，就说到喜欢吃的鱼还是什么鱼，然后我就说我超喜欢吃乌龟鱼，结果老师就直接很冷淡的回我说，可是乌龟鱼都吃垃圾跟大便，就跟我很喜欢吃皮蛋，结果我妈咪跟我说它是泡马尿煮出来的耶。谢谢家养的樱花，鱼也会被，不知道，可以呀、啊，高桥城，可以哦，这样你的肉肉会不会，对，打正常的也被，所以你打了什么呢？湿满水果。无锅鱼是真的蛮好吃，是不是？谢谢小兰的看好你哦。好哦，高桥城。中间打个空白应该可以。不知道。打同音字。每个人都在帮你想办法要怎么打。Hello， BBN。Hello， 愚者滴滴 ，TTP， Hello， 是够意。哦，那个很好吃，鲍鱼很好吃。那个去吃真鲜的时候，我都会点。他加了美乃滋，然后跟那个生菜。哦，超好吃的！
谢谢 Vivian 的樱花。哦哦，对。很好奇他打了什么。对啊，很奇怪耶。啊，又，啊，为什么？又打了什么被买掉了？算推我会被肉也是吧，一进来就听到吃的当然林海就是要聊吃的，看得出来我很会吃吗？应该看得出来。还有什么好吃？你们最喜欢吃什么啊？我最喜欢吃的是意大利面。Yes， 因为很喜欢喝意大利。Yes， 没答。Oh my gosh 的缩写。哦，那他真的很多会麻掉的东西。嗯。炸猪排咖喱都好吃，真的吗？你喜欢吃鸭子吗？来吃的，烤鸭。Hello， 孙文，不挑好吃的，嗯，每次直播都会有一杯，没有啦，嘻嘻嘻。意大利面，然后寿司。蚵仔煎，可是我不喜欢吃蚵仔，就是有些蚵仔它会爆汁，你知道，就是那个太饱满的那种，明明人家都喜欢吃那个很饱满的，然后我说我不喜欢吃饱满的这样。谢谢 Vivian 的枫叶，刺身是什么？谢谢。CKUFK 的樱花太大了，对对对，鹅好吃，喜欢吃肉当然啊，我应该没有不吃的肉吧，有吗？应该没有吧，我有不吃的肉吗？哦，刺身是生鱼片，听着听着就真的，海胆这里，海胆我好像没有吃过海胆，可是。看起来不太好吃，对，刚吃饱马上就，害我现在很想吃东西这样。不挑食才是好孩子，对的，我大部分不会挑。炒螺肉吗？炒螺肉，我有吃过吗？吃起来像什么？那个，和，那叫什么去了？辣啊？啊？不是，我忘记了。海胆会不会吃上？可是海胆看起来不太好吃，有一个海胆味，不是吧？我不知道。茄子不太好吃，就是它软软烂烂的，不喜欢。那个，我发现我们团里面很多人都很喜欢吃那个秋葵，超诡异的。你们有去过不？你们有吃过那个什么黄金蚬？你们一个黄色的贝壳，不知道我在讲什么。那个花莲也可以捞那个的，很好吃耶。那个煮汤啊，然后什么加上丝瓜那种，超好吃的，很久没有吃了。秋葵里面超级无敌像鼻涕，好不好？我不喜欢黏黏的东西。去过吗 ？Sparky 去过吗？秋葵固味，我是会吃的，但是还是不喜欢。我不会看到那个特别去点它。但是如果真的桌子上有的话，我，
反正就是要我吃我还是可以吃，只是不太喜欢，只是讨跳选惹人厌食前几名。谢谢美食材料水，那是新的吗？应该不吃纳豆，我有吃过纳豆，好像没有。可是它看起来不好吃，因为它黏黏的。对，我会吃什么黏黏的东西吗？墨鸡，丝瓜炒，对，很好吃，超好吃的。樱桃猫安安。谢谢 Vivian 的 Love You， 谢谢笑贤的戳戳你哦 ，Hello 健健，还有什么好吃的？还有什么好吃的呢？肉。还有什么？我不喜欢啃骨头，很突然吧？因为我想到肉，就是有些吃那个叫什么？我喜欢吃那种烤鸭，是它已经切好，没有骨头，不需要啃骨头的那种。什么北京烤鸭？反正就是。有些烤鸭它会没有肉，啊不是啊，我在讲什么没有骨头了，没有肉怎么吃？谢谢球蛋的玫瑰。斑比，旺仔鸡，旺仔鸡，我有吃过旺仔鸡吗？有吗？我忘记了，好像有。不是没有肉，你们不可以，你们重点放错了，那是口误 ，OK？ 口误就不用太注重在那个，没有肉的，不是啦，没有骨头的那种，沾那个，那叫什么甜面酱吗？咖啡色的那个，哦哦的那个酱。对，一鸭三吃，超好吃的。对对对对对，有副饼皮跟葱，哦，我可以吃很多个哦。在花莲我有认识的那个，就是是我们学姐开的店，然后他都会，就是都多放一点皮，然后我就会一直吃，超好吃的。他不沾酱吗？原味的是也可以吃，但是我也蛮喜欢蘸酱。干嘛呀？咸酥鸭。等一下哦，好像吃过一个什么？哎，没有。啊，咸酥鸭是什么？我只吃过虾。麦克鸡块好吃。麦克鸡块超好吃的，我不喜欢吃软骨，虽然听说软骨很好还是什么，可是我不喜欢吃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当然会啊 ，Sparky， 怎么可能不会呢？所以我每次那个，我妈咪很爱我的，所以她我们两个的鸡排不是这样吗？然后一边有骨头嘛，这样它的骨头这样子，然后就一边是肉。所以我就吃肉的那一半边，然后妈咪会吃有肉加骨头的那一半边。哎，我跟你们说，你们看有美女，这是美女的头毛，好香啊！哎，一鸭三吃的咸酥鸭、烤鸭、咸酥鸭。哦，谢谢赖请德的选秀会免费选票，选票，你看，看得出来这是什么吧？玉米笋，
看到鱼类，讨厌啦。这个很大只，对不对？不觉得吗？很大只，玉米什么？没有那么大只的。这个有洗过吗？没有。这可以直接吃耶！长红毛的香蕉，有这个东西吗？有长红毛的香蕉吗？很大只，对啊，很大只吧？是我阿姨种的哦，我绝对不是在推销。小白笋，水果玉不是，是玉米笋，一般的玉米，它是什么粉红佳人？它可以直接这样吃哦。Hello 白熊，你大根吧。可是我吃过晚餐啦，染发的水，不是啦，它看起来有点像香蕉，很像香蕉吗？这样看很像香蕉吗？谢谢 Sparky 的雪球会母会雪票 ，Hello 小花哥，哎，等一下，帮他梳头毛。买吃的去了，哦，你吃什么？他在吃，你吃了什么？可以亮吧，我染这个颜色的头发，有点怪，很像红毛猩猩。谢谢孝贤的官人你懂小会，香蕉的外在，玉米的那一袋，不是啦，来张欧气吗？我有欧气吗？一定要吃宵夜，不好吧？但我应该也会吃，不是吧？这颜色很亮，应该对啊，应该很像红毛猩猩。你们有看过那个吗？网络上找不找得到？我有一阵子是差不多有点像这种颜色的头发，有没有？不是，再更红毛猩猩一点。帝王鳞啊，也是也是。谢谢樱桃猫的免费啊，不免费水票，对。还有什么好吃的？甜点还有什么好吃的呢？甜点的话，提拉米苏。提拉米苏啊，有啊 ，Sparky， 一米块，超好吃的，巧克力的都好吃，对，还有那个，草莓大福吗？那种冰冰的草莓大福还不错，可是我吃过一个那个里面包的草莓超级无敌酸，所以对它有一点不太喜欢。回花莲的话是吗？对，没错。你有 Sparky， 你有吃过那个吗？那家提拉米苏店卖的那个吗 ？NG 蛋糕，叫有吃过那一家的人才懂。他的 NG 蛋糕超好吃的，就是那个巧克力蛋糕的边。如果你没吃过的话，你下次也不要去。我想把那家店搬上来，哎，台北有吗？有，哦，哪间？它叫什么啊？我不能讲吧。这是提拉米苏啊。它就叫提拉米苏。Hello， 西兰。提拉米苏，哈利马吉，对。Hello， 小树。安吉林的直播，没关系啊。有赶上，有赶上。还有什么好吃的？我现在都在推荐花莲的好吃的东西，那个花莲还有一个
萨克斯哎，光复吗？光复有一个那个海绵蛋糕，是吗？光复吗？李夫人，对啊，李夫人，你在干什么？那可能要等到再久一点了，因为他现在在睡觉。Sparky， 你知道吗？还是有人知道吗？有人去花园吃过那个吗？很好吃的海绵蛋糕，超级好吃的，每次都要带很多个回家。忘记改马甲。哦，对，你最可爱。对对对对对，就是那个，超好吃的吧？你有吃过吗？超好吃的。甜点还有什么？我不喜欢吃松饼，也不是说不喜欢，就是没有很喜欢。对，快要到腰间，啊，啊，快要到腰间吗？还有，哎，好像也算是。你们觉得我短一点比较好，还是再继续留长？你们觉得？只有去海洋公园，海洋公园也很好玩，在外面走路会比较少说话，好哟，要注意安全哦，不要撞到电线杆。呜、哦，小树，问你的名字。哦。我一直在考虑要不要剪头发，原本的那个长度，这样子，这个长度，我好想剪更短了，可是好像近期不太可以。嗯，短发有点可爱吗？嗯，怎么抓去的？差不多。哎呀。不会觉得麻烦就继续留，真的吗？你喜欢长发雨林吗？我以前有很长过，短发的不知道。这首是吹口哨，对对对对对，会吗？短发会少了8岁吗？没看过雨林短发，那个我刚选的时候是短发，那个之前演台演的时候的那个选，我在讲什么？Hello 西西，其实我觉得留长发也可以弄成短发的吧，就想这样，好像还是不要短发好，哈，好犹豫哦，一样短吗？哦。这个我没有办法，应该没有办法。对对对，台演甄选的时候，还是要这个长度，还是这个长度。Hello 哈哈，你是我认识的哈哈吗？喜欢长发雨林吗？对对对，长发容易发挥造型。那你们帮我想，如果我可以再选另外一个发型的话。下一个发型的话要选什么发型？什么样子呢？光头，哎，我真的曾经有想过要剪，就是要弄光头，哎，就买假发就好啦，不是吗？你这样也不用洗头，然后每天可以换不一样的发型，然后不一样的发色，超棒的吧？然后其实跟我想象中的一点不一样。因为光头没有办法可以抓那个假发，对不对？可是好像不是只有我想过这个，有过这个想法，忘记有谁了。西西姑奶奶，给你们看那个，等一下它会掉。你们有这个长度怎么样？光头不好吧？这样会有一种空虚感，对啊，会有一种空虚感。
你们觉得哪个好？这是去日本的时候，有哪一次去日本？第一次去日本，一开始的场，对对对，现在不错吗？喜欢马尾雨林吗？阿华，喜欢马尾雨林吗？我的榜要被我擦掉了。现在吗？现在这样就好了吗？我的刘海超不听话的，这样子吗？我的头发好长，对啊，我也觉得很长，所以我觉得这样量体重有点增加我的负担，不是？长发也可以多种的，对啊。再看一下，有种小哭啦的，真的吗？头发重，真的，它会还是有一点重量的，好不好？啊，我再留长一点，然后去卷头发，这样好。这是借口，不是不是，这真的真的会有差，好不好？大概0.1也是啊，捐头发，就不是有人捐至少15公分吗？所以这样子留长一点，好像差不多吧。我刚刚没有讲法吗？明明就有吧。Hello， 熊圈朝上。头发这么好看，哈哈哈哈，小贤你要去接我的头发，变成长发小贤，应该挺美的，哈哈哈哈，阿华缺头发，哈哈哈哈，已经秃头，哈，哎，小树我好想看你长发，你有你长发，我有看过没有？我想看你唱，熊圈朝上，晚上好哦。要拍卖雨林头发这个，对对，可以可以。小叔秃头，为什么秃头？怎么，你被教主传染了吗？长发能看吗？不知道哎，应该可以吧，挺美的。我小时候啊，因为分那个刘海，我都分这边，你没有看过吗？所以我的那个这边就毛就比较少，都是那个 baby 毛，都是 baby 毛，你看这里，这里都是 baby， 所以那个两边发量就有点不太一样，我想要把它用一样。我长这样，觉得长发，baby 毛 ，baby 毛，额头真的很少见，难得，就是你们没看过吗？应该有吧，就是那种表演走出来的时候，那个风这样岔开的时候，你们就看过了吧？没刘海也不错看吗？是吗？好像不太行。不行不行，没有办法，不是雨林了。穿过女装，不然嘞。可是我比还是比较习惯我有刘海。比光头害怕吗？真的吗？对不对？所以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，我没有刘海。所以还是乖乖的有刘海。刚刚左分个，对吧？是不是？
有没有看过我之前演的一个戏？是那个，就是我在戏里面的那个发型就是庞分的，有点不习惯，因为我很会流汗嘛，然后那个导演可能觉得就是哦，每次这样用不行，所以就把它留旁边。今天庞分没有，我刚刚只是就是玩玩看而已。你们应该没有看过，怎么好像有又好像没有。你家 Twice 的歌，对的。下次握手会戴假发穿裙子去，好，小树我期待哦。可是我应该会有点认不太出来，就是啊，你长得好像小树哦，这样的那种是吧？刘海换一个，对吧？帅还是比较好，乖乖有刘海比较好。零一发型不行，真的你画的像素，有刘海比较好看。对，我也觉得。Hello 张雨林，我会说你认错人。那就是，哦，小树不是说他要来吗？怎么今天没有来这样？然后我就会在直播上面跟你讲。哎，小树，我今天看到一个长得很像你的耶，这样子。人家那是小花，哎，没有办法想象。爸爸，这样应该那个粉丝就不会来跟我们握手，就每个人就围着小树看。不要再想了，拜托。多了刘海的，我曾经想过留那种有点韩系的那种东西，等我再老一点的时候。因为我有的时候会去看那个，就是，发设计师他们用的那个发型，然后觉得那个超美的，只是我也不知道我合不合适。依旧旁分应该不太能看，依旧旁分是什么概念？应该不太能看，还是不要乱玩好了，我放弃。最近的中分，我很羡慕那个梦纯的头发。他都可以，就是有的时候旁分，有的时候就是有刘海，中分啦，对，他是，反正就是很可以很多种，然后都好看。大，不知道哦，我以为你是故意的。咦？说不定刘海分了以后，一分钟，不行，应该会很怪吧？话题还在刘海吗？推两首 Twice 的歌，好，什么歌？我放给你听。球球，我下次可以拍那种另外一种刘海的那种照片，应该很不一样吧？可以试试某题吗？
这个帽贴有点紧，所以怪怪的。不要。从好事多开车回来，平衡就逛。好事多很好逛哎，放错重点。没关系的，下次还有机会的，对吧？我在讲什么？像哈？你说什么？像我雪宝宝。Like a 选胖胖，我是选胖胖吗？选胖胖的林姐。Hello， 高桥城，你回来喽。英文不好，对，我英文有时候有点不太好，尤其是在直播上面的时候。平常上课我还可以。选家族，对对对。空邦花奥斯卡。没有眉毛，给你们看一个照片。怎么转？你们有看过这个吗？这样好奇怪，这样看好奇怪。你看那个刘海，有点呆哦。不行，这张好丑，不要给你们看。没关系，我不喜欢，还是不要给你们看好了。黑白的，对对对，因为那是那个以前去当那个 model 的时候用的。没上刘海，对啊，还记得那个吗？第一次的是什么？生写吗？反正就是之前那个台演的时候，我们表演会放在那个大荧幕上面的照片。Oh my god, no no！ 苹果心得甜甜，永远陪伴静静，晚上好。小雨林好吗？那个刚开始的，对，那时候的。妈妈拿了什么照片？不行不行，不要 ，no。高桥城，你怎么今天一直玩这个？那个那时候的刘海是这样子，这样一个阶梯，对，然后这么短吧，这么短，没更贴。然后红毛猩猩头，对，不要不要给你们看，我才不要给你们看嘞！哦，旁边火箭乱乱飞。那我刚刚说的那张照片，台演的时候的那张照片，超可怕的，我觉得啦。我觉得那张很可怕。Hello， 台二。你是台二吗？你是真的台二对吧？嗯，好像还比较好一点。可以不要看我的脸吗？我表情脸。真假的？我那时候擦这个颜色的口红。这样远看应该还好。遮住。不要，等一下。反正就是很短就对了，对，或许是真的、啊，哦，反正，对啊，台二，哪有很可爱啊？对，这是不习惯，不是雨林的感觉。你们看我那个吗？审查第三次审查的时候的那个照片，那时候的头发是这样，
这样，然后砰砰的。这张还可以，我觉得比刚刚那前面的那几张都好。只是表情有点坑哎，来吧，可爱吧？怎么样都觉得很可爱。啊哈哈，小熊，呵呵呵，可爱吗？刚刚那张我还可以接受，但是我就是不能接受我正常的表情。我以前笑真是超级无敌丑哎。谢谢樱桃猫的掌声，不会加吗？可以做那个表情吗？什么表情做？怎么还有、哦？不要啦，那个没有什么，不要，你奇怪。三八水，嗯，你可爱吗？你不要闹啦！怎么样，有点闹可爱吗？你们的就。妈妈很想说，这嘛，他很奇怪。对啊，旁边是妈妈。妈咪超闹的。哎，妈妈的，哪里有啊？不行，这样子啊。他要震动了。爆料妈妈 ，no。不好不好，不太好吧？你们怎么这样子？小树要疯狂了，你小树，你是不是现在都没有在听我讲话？然后都在听那个歌，这个。我超明显的吧，很好找吧，不觉得吗？好怀念这个时候哦 ，Oh my god， 你看陈思雅，还有果果，这个是果果哎，看得出来吗？应该看不出来，一点都不像的。对，果果哎，这是果果哎。啊、哦，我的思雅，思雅，林一，这是我的品行吗？马嘉玲在这里，马嘉玲超好认，她根本没有变。马嘉姐姐，根本没有变，对啊，在哪里、啊？嗯，品行呢？哦，品行在这里。都不像，他竟然没有刘海耶，超酷的。这里，这是品涵哎，不觉得很不像吗？虽然我是觉得他现在，我觉得他没有刘海其实也蛮好看的，只是就是完全一点都不习惯。林杰一样的美丽，品涵还有意思，还好吧。我才有品牌黑历史，但我也是黑历史，所以不要跟你们看。我觉得我根本没有，好肥哦！你看我超肥的，这是什么？这是谁？人家超美的啦！林姐没变，对啊，林姐没有变。飞越林海黑的，没刘海差超多。对啊，果果好像小树，你超坏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？欸、林超飞，诶、欸，嗯啊，一眼就认出林杰跟我吗？真的哈、哦，我觉得。如果我认不出来我的话，真是太糟糕了，太好认了。那个衣服超级显眼，是不是？
太好认了，是不是？超级好认。认不出来谁？我吗？肥美的长，什么啦 ？What is love？ 对对对，品涵好像也会唱。我也觉得我现在漂亮多了。那是别人的衣服，不是，那是妈咪帮我做的。我小时候去参加比赛跟什么的，都是我妈咪帮我做的衣服。更有女人味了，以前是男人味，是吧？以前是屁孩，哪是啊？下下礼拜要表演勇猛直前，真的假的？在哪里？我好想看哦。谢谢雨林这可爱的花花，让我们去吸吸收。很多这边美丽的东西，也是。这戳到底是什么？这根是什么东西？我明明就剪得好好的。萝莉味，臭奶奶，谢谢西兰的爱的抱抱。那你们喜欢以前的雨林还是现在的雨林？你们会不喜欢我长大吗？好像有人不喜欢我长大，我就不说是谁了。哎呦，这个刘海真是，喂，大健，你真的是真喜欢，好哦，你们要诚实 ，OK， 一定要选一个，不可以都喜欢。啊，是都可以都喜欢的，对。你们喜欢我很幼稚那种，很八岁那种，还是正常一点的雨林？可是雨林已经长，所以小树不喜欢我长大，对不对？正常的雨林，那就选现在过去的。你们要选呐、谁？嗯哼。Hello， 一凯。突然遇到。谢谢阿翔的蓝色应援棒，谢谢阿华的掌声鼓励。希望我长大，对，有一点怪怪。谢谢阿翔的樱花，长大没关系啊，真的。谢谢麦米前的阳光，谢谢阿翔的黄金守卫，谢谢阿翔的选票，现在吗？真的。长大但是不要长高，我就算想长高应该也不会长到哪里去，对，那就这样矮矮的吧。我以前都叫她仙女咖啡，她喂大健你说什么？会想试试性感风吗？可是这个嘛，我想试试，可是我试不出来。就是
点都不能性感啊。长太大的话，倒不要长太大。不行啊！那我还是不要长太大好。人家跑上去了，什么东西？没有，不是，我看到了，有气质的味道，那个气质讲啥？Hello， 红伟，红伟晚上好哟。性感底线，你说露肩吗？这只是衣服而已，好不好？就是有的时候，可能就是跳舞一些，舞蹈动作有可能会需要性感。那个时候有的时候可以，可是有的时候不行。没办法想象性感的人，喜欢女生露肩露腿，根本会掉人。Hello 兄妹，有人可以为了饭把脚锯掉五分，可以不要锯掉脚嘛，这样比例有点不太对，可以锯掉这一节这样。很认真在回答，是不是？跟果果要身高，我想要把我的脖子加长一点，我的脖子有点短，我觉得啦。谢谢熊妹的樱花，谢谢麦米前的樱花。不知道果果最近有没有还继续在长，好像有可能，他就是吃了不长肉，只长骨头的那种，有点羡慕，但好像又还好。不然锯掉脖子不行，我就觉得我脖子很短，你还叫我锯掉脖子。这样，175不知道，想要阿果的身高吗？不好吧，太高了。我也很想他，我也很想姑姑。脖子变长哦，我跟你们说，我上次看到那个长颈族啊，他说那个不是他脖子没有变长，他说是什么把他的骨头压成那样子，所以看起来脖子变长，其实没有变长。我上次看到的是这样子，虽然我也不知道，就是有的时候你知道网络上的都是骗人的。身为男生，果果身高居然追在我后面，真的。但是他就是 model 身材，真是羡慕。童颜哪里变长的？刚才花时间打完麻将。打麻将吗？我不会打麻将，我想学，虽然我也不知道学了要干嘛，可能陪我爷爷打麻将。我有学过围棋，脖子套同环，套越多越漂亮。哦，真的是童颜，觉得怎么这样子？不要这样子，矮矮的才可爱。那我不长高了。就这样就好了吧，就是如果我想变高，我穿高跟鞋就好了。童颜，刚刚好像章鱼哦，天哪！谢谢宏伟的樱花。也学过围棋，但是你的真心已经败给这边。草莓酱，你怎么最近一直害我小害羞？不会打麻将，太笨了，学不会吧？很聪明啊。身高不够的话，在第二排拍照，真的，在第二排拍照就看不到了。可是。
有的时候可能穿个高跟鞋啊，我就会被有的时候会排到后面去。过年只能在旁边滑手机。谢谢卖米钱的花花。可能到30岁不会变。一五几，对啊，感觉台湾的女生其实也没有说到很高，台湾的平均身高应该是160左右吧，感觉起来。小时候也学过围棋，对，我学围棋是。什么时候的事？好像是8岁的时候，3岁，哦，3年级啊，有点身高在标准内吗？好，可以可以，即使看不到，也会在人海中找到你。哎呀，草莓酱，害羞，我都要跟草莓一样红我的脸。3岁不是3岁，那是神童吗？请问，到处刷刷150上下嘛，就说那个150公分是最佳女友身高，是你的女朋友吗？谢谢九蛋的看好牛屋，是给万蛇哥。对对对，我觉得他们的歌都蛮好听的。这个头发到底是在干嘛？可以走开吗？算了，就这样。应该是160，没有，就是比较可爱的那种小女友。不管多高，哎，我觉得草莓酱你很厉害耶 ，Jack，Hello Jack， 没关系的，虽然是有点晚，不知道，家小的女生好像都喜欢高大的，最萌身高差啊，是不是？女生没有很高，反而是小，对对对。所以才要，哦，对对对，我可能要学一下。谢谢泡泡520的樱花。好多樱花哦，要变成樱花瓣了。记得要画画，记得，我记得，我超级无敌记得。就在等你来呢，我在讲什么？就在等你来呢。是8点多，没有，今天是9点开的。Yes, me da。怎么讲？去韩国呢？啊，草莓酱，超厉害的。我每一句话你都可以变成那种，好害羞。我想想，谢谢宏伟的阳光，我现在在画画呢。有人说你好像撩妹的，超厉害，真的超厉害的，
草莓酱真的超级厉害。T-bar 的歌好听，真的，我也这么觉得。干嘛？草莓酱真的太强，真的，我也这么觉得。对，哎，好好学习，我好好向你学习呢，草莓酱。谢谢阿翔的我来签到。怎么觉得有点难呢？哈喽家宏，晚上好哟，北极星晚安。然后我要再画那个，等等哦。在哪里？在这里。可爱吧？可爱吧？上次去阿布家有没有乖乖？当然有啊。哇，好哟，等等来放。妈妈。石头家族新成员，这颗蛋哪有那么可爱，有这么可爱。也是石头，干嘛这样子？我跟你们说，我刚刚试画了一个粉红姐姐，超美的，自己讲。也想被宇宙。小树你很可爱啊，我从来没有说过你不可爱啊，对不对？你超可爱的小树，我超爱你的哟。妈妈妈，谢谢阿翔的 kiss 啾啾。这个没有看到的，现在。突然这样都还有这可你有没有看到我刚刚画你的？阿贝像是老公公吗？嗯，才不是的，才不是呢。这可在这里。我要来画粉红，粉红姐姐刚刚回来，有看到吗？不会哦 ，Jack， 我要来画粉红，粉红姐姐，我的我画在这里头，嗯。
谢谢凯西的荧光棒。你大姐，你讲得很好笑呢。谢谢樱桃妈的掌声鼓励。旺旺拍卖零加法，好想看哦！小松，你下次进来把大头贴换成那个，好不好？好喵！我这看买什么发型的？就是长头发，就是其他都可以，就是要长头发。等我一下哦。女生的发型又不懂那你要跟我一样的发型啊，你绑双马尾好了啦，好不好？小树，你买假发，然后就是随便一个长头发，然后再绑双马尾，哦，超棒的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各位？直接超可爱的小花，有没有？画好粉红姐姐们，画好了啊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可爱吧？这主意不错，是不是？当然，这样吧，哈不要这样子嘛，你不喜欢那台电脑送我，是不是？什么有头发的石头？谢谢草莓酱的看好你跟掌声鼓励。头顶可以插秧，干嘛这样子？为什么？哎，你不要这样嘛！谢谢 Jack 的阳光。这台电脑是赖以为生的工具。哎，你到几点？这个嘛，不好说，不是啦。应该11点吧。不过你是彩色的。没有什么草莓嘛，是不是那么可爱？ Hello 马友，是那个马友吗？好像不是那个马友，我都被搞混了。几点都好，咦嘻嘻，11点，早上是你们是想看我睡觉是不是？捏狗呀，不要乱捏哦，狗狗会痛哦。是麻油吗？啊？是我知道的那个麻油吗？是耶。哦？我都被搞混了。原来如此。睡觉。然后没有，结果我这样播到早上11点，然后就是那个手机直接没电，然后还是干嘛，然后就完全没有人讲话，因为大家都在睡觉。Hello 燕子 ，Why not？ 我的妈哟，跳舞很厉害的妈哟。可以加的重点。我现在其实也插着电，可是我不知道是
充电器的问题，还是它真的会很耗电？哦，恭喜燕子粉丝团等级升到二级！你来看雨林吗？真的吗？啊、我正在筹备当中，凯西。妈要爱吃的是臭豆腐。对对对 ，Produce 48的主题曲。可以带人的，我会打呼吗？好像会有。才不要给你们听的。没看到马油跳舞，马油会跳的，很。磨牙声是多大声？应该不很大声。磨牙声很大声吗？好像会哦。林不会打呼。哦，对 ，BB 真的会打呼。我听过 BB 打呼，我没有听过自己打呼。BB 打呼超好笑的，他醒着也会打呼。正常像乖乖，想听雨林说梦话，我会说梦话吗？好像会耶。睡觉会流口水吗？当然会啊。哎、欸，我很诚实哎、欸。现在没办法打字，谢谢你还在走路吗？宠物都是看着主人的屁股的。哎、欸，什么？他吓到我了，醒着还会打呼，不是，就是，我不知道是他可能鼻子不太好。发现有追，啊，我追踪有没看过的，真的，哦啊，因为那个你如果点在进入这个 APP 之后，他如果叫你进去一个地方，然后你进去了，你就会追踪那个主播了，所以，嗯对。我在讲什么？副总统要上班，你们很想看副总统是吗 ？BB， 我可以加他。嗨 ，A 零的秀太。首学会的 AKB 的歌，不是，也是他第一个会跳的舞。张彬彬，他听我的好不好？你的头要看着前面。你的鼻子怎么褪色了，弟弟？
那被 Cookie 带着好，当然 ，Cookie 真的是哦，太小只了，我觉得 Cookie 一定很轻，他累了，他不是嘞，哎，你们大家都说想看他，结果他一来，然后这个脸，然后你就叫我把他放回去，这样怎么行呢？他好好上班呐、啊，嘿嘿嘿，哎哦，今天是紧张了。不过这是我的手，这样应该很好笑。晚上好，一脸厌世，对啊，遇到冰冰，冰冰应该会，哎呦，哎呦喂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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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激动，你给我坐好。冰冰高冷，哪里高冷啊？他在装好不好？这个小屁孩。你在跟他说话吗？他在跟你说什么？看镜头，看镜头。是不是？你看人家牛奶糖都会看镜头，你都不会哦。要说要下去，才不要让你下去。哎、Hello， 狗狗抢睡，不要让它，它是我的。我想象中的狗就是会这样。乖乖的给我抱，就睡觉。但是他都不会，他会推开我，像现在这样。No， 回来。Hello， 耶。让 BB 休息，不要，我不要让他休息。呵呵呵。他今天去跟别的狗狗玩了，说他一直追着一只白色的贵宾，好可爱哦。他的表情好好笑，慢慢搞一点给弟弟快，我也不知道，主人教育是才不是的哦哟，不是那种参展，嗯，对，他没跟你说，他会，我有的时候会先抱着他，可是他可能过了一分钟吧，他就要跑掉了，很难得会好好的跟我抱着，除非他真的很累，已经不想理我了。金毛吗？金毛太低了，真的。对，很皮，超皮的。他现在一直在跟我妈求救。Lester 吗？没有 ，Lester 很乖。我喜欢看 Lester 滑垒，因为那个姑婆他们家的地板啊很滑，然后 Lester 每次都会。然后就滑倒。冰冰表示我要去剪纸，才不要嘞！快给你剪纸，来这样看镜头啊，看镜头 ，Hello！ 你这什么表情？都快忘记 Bruno 长这样，就是长这样，就长这样，真的就长这样，看吧，看吧。灯姑姑，对，灯姑姑，我们请灯姑姑回来。我帮你抓抓哎，你还那个表情。他的屁股蛋很可爱哟 ，BB 的屁股蛋。我喜欢抓他的屁股蛋。哒哒，你看呢？我的新的摩托车。接到咪咪看镜头了吗？棒棒的！我想要那张照片，加红！快点，快点看镜头，看镜头！这个月卡车有目的，又是生日卡，真的吗？要先去睡了，好吧？好吧。燕子晚安，这边的脚怎么那么粗啊？不喜欢，你可以滑一点。拆小盒子，好哟，宝宝。
好吧，燕子拜拜。哪是啊？他的表情，为什么一直在跟妈咪求救呢？啦啦啦啦啦啦啦！不要，我就是要抱着你，怎么样？不要，我不要让你走。我就是这么爱你，怎么办？怎么办呢 ？No, who let out? No, 才不要。你现在就抱着他呀，超可爱的啦。他一直在跟我妈求救。不要啦，不要把他抱走，他是我的。狗在福中不福，是不是？你看看，人家都不能跟我这样子抱着哎。别人不是我在讲什么，别人家的狗都不能跟我抱抱，都没有办法得到我的抱抱。他一脸就是快放我下来好不好？这样强迫比较好，才不会嘞。嗨，啊，可以可以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很可以。等一下，啊，等一下你掉下去了 ，Oh my god！这个想当 BB 啊，在前面呢、啊，你看前面，前面，前面，在前面这里，前面这里啦 ，Oh my god！ 你不要动啊，你下去我就不给你，下给你吧，哈哈哈。等一下啊，我给你吃这个好不好？嗯，宝宝，宝宝，我给你吃这个。这是什么？好臭。你要吃吗，贝贝？可是你刚刚没有乖。你要吃吗？握手啊！握握手。Give me five， 后面 ，Give me five。上面呢 ？Give me five。啊，不是啊，这样子，这样子 ，Give me five。啊，哦哦哦，不是这样子啦。给我，给，哎呦，在这里来，好吃吃吃，让你吃。每只单身汪都想给别人吧。我也是单身汪。快跑！这里啦！笨蛋！这首歌播第二次了，不行不行。有有有，但我还是敢担心鬼。给你发，哎呀，给你发，给你发，你都挡住我的镜头了。给你发，快点给你发，快点跟我给你发，给你发，不是给你发，给你发啦，乖，好。小树你弹了什么？一长串都被码掉了。好像好像知道你在讲什么。Baby， 好了，你走开，你走开，你走开，小姐。好了，再见再见。啊，你把我头发抓走。我不理你，真的，臭逼蛋。谢谢凯西的阳光，谢谢大姐的为你守候。我家泰迪天天想着抱抱，真的吗？抱抱我。他也会来找我撒娇，可是他每次都是在我比如说玩游戏玩到一半，然后找我撒娇，就是没有办法停下来，你懂吗？
我知道，我大概猜到小叔你刚刚在讲什么。平常没跟他好交情，才不是嘞。别人家的狗永远不让我说，就跟麋鹿不挡不让我说一样。麋鹿不挡还会自己跑来找我玩呢，超可爱的。玩火。那个是真的很，对。这首歌，对，我也很爱。他们的歌也都蛮好听。换好头贴了，我们的。我们的 stay 跟王子，超棒的这两首，超棒。上礼拜有来台湾，很想去看，可是没办法。哦，50分了，天哪 ，Oh my god！在荧幕面前跳，好想看你跳哦，小树。谢谢草莓酱的，偷偷喜欢你。我很想看你跳舞，小树。最后一刻解锁底色，棒棒的，棒棒的。下礼拜雨林哥哥对我不会跳 ，QQ。他们很多大大咖，好想看哦。排名了吧？是吗？来收，下礼拜过后韩寒可以直播了，很快，快到了，快到了，真的吗？草莓酱，你害我更想看他跳舞了。播到11点嘛 ？Yes。哎呦，我拍了。哈哈，终于15岁了。对啊，终于15岁了。我也体会过这种心情。比较会跳男团舞，你说那种？怎么去？忘记。我刚才讲什么去？哪一团的 ？BTS 那种。哦不，我要念排名了。法子不错，有在保养啊，是不是？我虽然染过头发，但是我觉得我的发质还算可以。中通签证到8点，对啊，超伤心的。每次介绍很多人我都没有看到。把它换成头贴了。啊，棒棒的！好的 ，BTS 会，哎，差点跌倒。经历过不是才八岁，好，对对对，我还没有经历过，可是我有特权。所以我可以直接
不用等到十五岁，很棒吧？谢谢子阳的樱花，首度亲笔生写而见到，嗯嗯嗯，哦，不是，按错。等等哦，我的手机有点不听话。最爱我姑，嗯，我也最爱，还有大号有林姐，我都很爱哦。其实我在讲什么啊？到底我现在在说梦话？脚好酸哦，天哪！就是有时候练完我会突然不知道哪个点为什么就很酸。再啦，到底我也不知道。我要来念宝宝了哦，宝宝，念宝宝，好吗？我们来念宝宝吧。OK， 童言童语 ，Hello 蕾蕾，我要念棒棒啦，我要开始咯，暂停送礼物吗？真的要开始咯，真的要开始咯。击推第十三名是樱桃猫，谢谢樱桃猫。天佑哥哥，没关系的。好的，继续。击推第十二名是九代，谢谢九代。接下来，击推第十一名是阿华。谢谢阿华。接下来，击推第十名是麦米钱，谢谢麦米钱。我真的在说梦话。接下来是击推。第九名就是 Vivian， 谢谢果果推 Vivian 哦。来，哎呦，不是，这是，啦，谢谢，哎，怎么变十二了？变十二了吗？那怎么办？可是我写好了。在看阿布笑哭吗？好想看，发生什么事？为什么笑哭呢？好呀，我继续。击推第八名是赖清德。谢谢赖清德。第击推第七名是 CKUMK， 哒啦。击推第六名是怕爆五二零，耶。击推第五名是企鹅，
推第四名是小兰，耶！哦 ，yes， 对啦，也跑去看阿布小哭，自己讲自己话讲一讲就吓到哭，啊，好想知道哦。谢谢你们哦！现在是公布击推四到十三名的这些，谢谢你们 ，I love you。宏伟，你是做后的吗？等一下截图吗？好的。好。继续哦，我要公布击推第三名是 Sparky， 谢谢 Sparky， 击推第二名是阿翔，谢谢阿翔。击推第一名是，哎呦，我走音了，是西兰，谢谢西兰。耶，谢谢击推前三名，什么快快快，该去氪金了，耶，叭叭叭，我要来公布我的特别推喽。特别推是草莓酱，谢谢草莓酱。哒啦！我的首推是，噔噔噔噔，凯西。谢谢凯西哦！我到晚上都会疯疯的，好像是这样子。接下来，也来公布我的。神推，超神推，秀贤，谢谢秀贤，谢谢秀贤。耶，哦耶，谢谢秀贤哦。Hello， Jack， 你回来了。哎呦呀！辛苦你们了。人要截图吗？可爱小脸拍吗？是什么呢？什么好呢？要开始喽！要开始喽！第一拍，等等。第二拍，第三拍，当，yes， 结束，谢谢大家，拜拜，辛苦你们了，快去睡觉。赶快去睡觉，拜拜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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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，爱你们哦，啾啾，好了，拜拜，快去睡觉哦 ，Good night。